从三级被耍小孩子，从小一点半开始，大概快两点半了，快结束了。风中的水倒到水沟里面了。以前也曾经分给村民喝的。你看，金腰醉哦。我要给那个谁，他没有瓶子，去那边有瓶子。不过那个水是自来水。那个是在上面的矿泉水的，可以喝的水。矿泉水啊。